嗯，啊，接下来要往哪边走？爬上去吗？叫一下。哇，我们吃山了，应该会有个洞吧？哦，这里啊，我们往这边洞走看看，看可不可以遇到我们的 Lucky？ 啊，应该找得到吧？完了，我看到这个画面，我就觉得等一下又要被士兵抓。你看那边有个头，啊，这边两个是什么东西啊？算了，跳过去。 所以，我有不祥的预感。欸，有蝴蝶。哦，啊，这干嘛？等下代表说这附近有，哦，哦哦哦哦哦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下来了？哦，这什么东西？我可以这样上去吗？哦，上来了。欸，所以说这个附近有狗罐头。 哦，这个狗罐头应该是在这个后面啦。不过呢，是拿不到啦，又需要头颅才可以拿。我们要把那个士兵的头放在他的上面，麻烦的家伙，我们看一下踩这个。嗯，这个是已经坏掉了、哦，所以说它这个之后这边可以上去了，好吧，我们就上去了吧。来，关门。 感觉好像什么鸟笼之类的呢，我被关在这里面了，这样 OK 吗？会不会到时候成为别人的食物这样子？哦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，开门。啊，其实就像是一个电梯这样子。来看一下这里有什么。啊，叫一叫他也没过来。 啊，下面都没哦，呵，继续上一层。欸，不会下来啊？还是要踩久一点？我们踩久一点好了。有没有东西下来？没有欸。哇，那我怎么过去？挤不过。欸，对啊，这个上来之后，它这个地板也关门了。哪里搞？啊，完了，怎么办？ 一只，救命！我被困在这啦，一定是往这里爬，我就知道。呵呵，啊，现在只能靠我自己了。哎，我们的狗狗跟我们失散了。不过呢，我相信呢，我们一定会再遇到的。啊，我们要相信未来，相信自己会遇到它的。好，可以了，我跳。 哎，不能跳吗？我是很想直接跳过去的，不然觉得走好慢哦。呦呦呦呦呦！哎，上来了，Go Go Go！喂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叫一下。嗯，没有回应。到底在哪里 ？Lucky，Lucky 你去哪啊？ Lucky 你伫倒位，我咧叫你，你敢听着？这可以推吗？呜！推不下去，我太弱了，我连这个都不行。这可能到这个高柱子啊，可能等下是要运用我们的 Lucky 跳过去啊，看得出来。呜！掉下去了，有没有破掉的声音？ 没有，可恶！这个破掉的声音没有做出来，不然我会觉得还蛮有趣的。锤匠，哎，有看到羽毛了。等一下，这是狗的羽毛。哎，哦，它在附近，可它受伤了，它受伤了，在附近。我看到羽毛了，羽毛了，走吧。 啊！切记，你们玩这个游戏记得这是可以爬的，不要像我之前一样很蠢，不知道这可以爬，啊，卡了很久。哎呀，上来了，这是什么？又是羽毛。然后这边是跳下来，我们要爬上去，爬上去。
有上来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太危险太危险！哇，这样子你都敢用跑的、啊，真不愧是小屁孩。初生之犊不畏虎啊！啊，我们只要沿着这个散落的羽毛前进，一定是能找到 Lucky 的，你放心。Lucky 我就来了，不要紧张，有我在。虽然都是你在救我啦，但是啊，我还是要这样讲，呵呵。好呢，这边是底了。好，我要怎么放开？哟，走这边，爬得好高哦！哦，尾巴。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一只尾巴好像不是我们的那一只的样子，哎，是吗？是我们那一只吗？爬不上去。为什么那个尾巴这么大一坨？那是我们的狗吗？感觉不是，哎。为什么要走这么慢啊？你有障碍哦、喔。啊，我知道有障碍。应该是要先走到底。呜！哎呦呀，哎呦呀！啊，不是走到底，是走过去，跳到那个藤蔓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这一只不是我们的，这只是那个把我们抓下来的那一只。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好醒来了，该不会吧？哎、欸，不要！哇，醒来了，啊，死定了！将我们推入谷底的那一只凶猛巨鹰，不要啊！不要啊！哇，死定了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救命啊！我就在这里遇到他！哎哎哎，有话好说。我们有话好讲啊！我跟你平白无故，不要这样伤害我，不要伤害我，不要伤害我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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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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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！再掉下去往生啊！我还在那边兴致，还在那边很悠哉的，就是啊，还很悠哉哈、哦。慢慢走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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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把它勾断，拜托！你吃不到我的，你放心。到时候我叫我们家的 Lucky 来对你报仇。谁家养的，这么的没礼貌？啊，什么样的主人就养什么样的狗，是不是？你的主人一定是很靠北的人。我才不想跟你一般见识呢。跳，往那边跑，往那边跑。呜！看来他还是很想伤害我啊！然后呢，往哪边走？哎，我会被他抓下来啊！情况不太妙啊！不要咬我！不要咬我！哦耶 ，baby！ 哦，走到这里还抓不到我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，快上去！啊！救命！不要！不要！可爱呢！啊，我们来换个路。他到底在哪里？跑到这边来了，趁现在！趁现在！快爬起来！快点动起来！动啊！不要咬我！我还不想死！惊兆哦！哦，还好我这样 juke 他一番，那被我 juke 的感觉怎样啊？呵呵，笑你！我们要快一点。哦，我们终于逃离他的魔掌了，这个算是成功逃离了吧？我想。等一下，他还在追啊！知道怎么过？知道怎么过？啊、走下面，走下面，走下面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还在追我，还在追我。哎呦呀，哎呦呀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！啊，这里要怎么过？他跑到哪里了？他在上面，他在上面吗？不是，等一下，这个我没办法跳啊，太高了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我惊，怎么办？野牛，
野柳，我跳下去是不是就死了？他在哪里啊？他不会在上面撞吧？亚历特，亚历特，走吧！救命！救命！谁来救我？该不会跳过去吧？放手一搏啦！欸，我居然跳过来了，我怎么抢？好了，我已经没无路可退了，自杀吧！果然是自杀，哈哈！抱歉，我实在太天真了。我以为要跳下去啊！再一次啊！下来啊！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对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所以说走那边是错误的吗？那我是不是要走这里比较安全啊？啊，干！干，老师吓我一跳！我操！哎，这是恐怖游戏是不是啊？吓死我的毛啦！你说你这是不是恐怖游戏？我靠，吓死人了！我心脏快跳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有了有了，嫩！我过来了，谢谢大家！我终于知道怎么解了，往上爬 ，nice！原来是帮我过关的好伙伴啊，我还以为是敌人呢，啊，我还以为是小笨狗呢。好了，我们到这边来了，依旧被追杀当中。我们找一下门在哪里？这个吗？不是，这里吗？在这边，在这边。他在哪里？靠背，我掉下来了，完了。我们不能被他发现，他应该还不知道我走到这边来了。呜呜，拜，再见！啊啊啊！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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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！那，哎哎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往上升啊！往上升啊！啊！呜！快跑快跑快跑！这边有颗头。居然里面有一颗头！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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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卡，好说好不好？我头晕了。亚历特，救命！啊！天啊，被当球玩呐！什么声音？号角声，他听到号角声了，怎么回事？要回去了是吧？哇，是谁在吹啊？听到声音了，然后被感应了，带走了，哎，离开了，哎，哇，他就这样离开了是吧？等下啊，我知道怎么过，我这边有一颗头，哎，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，就是把这个头带回去装到上面啊？可是我出不去啊，哪里可以出去？我现在就像是笼子里面的仓鼠，我终于能体会被人家养的感觉是什么了。哈哈哈！啊，我能体会，我能体会。哎、欸，让我过啊！快一下，我知道怎么过啊！应该要转个弯才对，转弯应该是踩这里。完了，我卡住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这样让我卡关好不好？怎么感觉那么难爬、啊？完了，不受控制了！给我一点时间，拜托！我可以在里面拿这个吗？不行。哎、欸，动啊！怎样？天色已暗。What the？ 啊啊？怎么了？单独一人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然后就老了，是不是？
啊，在里面不吃不喝长大了。啊？哦，哎呦，睡醒了，睡醒了，继续动，来，快点，我们要出去啊！他们在上面是不是？一只，救命！救命！哥被困在这里，我想要滚下去，快点！完了，滚不下去。听到声音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他要破茧而出了。这个是我们的 Lucky 吗？ Lucky 救我，快点！啊，这真的是 Lucky 哎、欸！哇，这个 Lucky， 他怎么找到的、啊？救我！哇，他居然知道我在哪哎、欸，就甘心哎、欸！你现在才来，你知道我刚被打得多惨啦、啊？攻击！快点把他打爆！快点救我！救我出去！快点！快点快点！扒他！怎么了？他把我咬开吗？交给你了，快点放我出去！哎、欸，你不行。快点啦、啊！你在干嘛啦？还在闻味道、啊？放我出去啊！放我出去！你这个贱人！哎，我叫你，你没听到啊？完了，他是忘了我的存在。哎，你尾巴在抽搐，在抽什么啊？听到我声音没有？你不要用你的屁股对着我，你想暗示什么？快点攻击，把这打爆啊！攻击他，快点，让我出去！攻击攻击攻击！你到底要不要救我啊？来，我已经推靠近你了，打掉他，快点！一给够，一哦。你抓错了吧？抓我这里啊！快点，攻击！压地手！哦，有了有了！快点攻击！压地手！攻击攻击！呜！哇、哦！快点把我从这里弄出去啊！他现在是推上来是不是？好，那我既然都推上来了，我试着往那边跑，然后把我顶过去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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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从这边坠落应该是还可以的。快点啦、啊，剩下交给你了，我也尽全力往前啊！快点快顶快顶快顶快点顶快点顶！我也很努力的在走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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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哇，哇卡条，卡条啊，不行。我必须再撞一次，我觉得我这样都死不了哎、欸，太扯了吧！应该照这种情形，应该都内伤了，你知道吗？结果我还不内伤，我还在滚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上面在打架吗？哦，没有。快点啊！别叫啦！我在想办法出来啊！快点！
有有有有有，哎呀！呜！哦！好玩！要是我应该满身淤青了吧？撞成这样，你这样还不淤青？啊！多尔衮，越滚越开心，我都头晕了，还是解不开啊？怎么办？谁来救我啊？我要因为这样自杀掉下去吗？好，可以的，再跳一次。啊，不行，会死。喂，不会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要这样解啊！我懂了，要把它推在那个里面啦、啊，然后感应到它就会自己开门了。そうですね。啊，终于啊，终于有一个进度在了、啊，推推推推推推下去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快点快点，我出来了我出来了，哦，终于啊，我的天啊 ，yes， 看见你我很开心。好了，我记得这个好像是可以拿来套在某个那个东西的上面吧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等一下拿狗罐头给你哈、哦，等我一下，我先回去一下。哎、欸，干什么东西？他肚子饿了啦，我就知道你很需要。等我齁，我这就回来，去去就回。哎、欸，不用哎、欸，这样就好了。来喽！可是我很好奇耶、欸，他这么庞大的身躯，吃一个就够了、喔。哇，这能量这么的那个浓缩能量饮是不是？好了，那颗头在哪？找到了，在这里。一切的一切啊、哦，都有蹊跷啊！哎呦，我靠！然后你会动了，救命！不要，不要抓我，不要抓我！我不好吃，你这个笨蛋！你要这样绕远路，我也是笑笑而已啦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完了，我觉得我被他抓到了。哎、欸，不要抓我！你这个小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会摔到头吗？他只会在下面徘徊、欸，他没办法走上来是吧？抱歉，我要离开你了，我们分手吧，我们不适合，不适合就得分开。我一点也不会难过了，再见，拜拜，永远就在这里吧，后悔一辈子吧，啊啊啊啊啊啊，啊啊啊啊，好了，可爱的 Good Lucky， 我带你最喜欢的人肉罐头给你了，有喜欢吗？好，要接住哦。可恶，到现在还是这么不听话，让我伤心难过。哎、啊，我都已经给你了，你还不客是怎么回事？吃啊！好了，帮你呼呼了。我只好一个人去找圆筒了。你现在是这个进度是有 bug 是吧？我已经找到了，你现在旁白才说是怎样？啊，吃啊！等什么？是的，太好了，你吃了。来吧，我们可爱的小 Lucky， 你现在总算有体力了吧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我们现在呢，离开这个地方。要怎么离开这里呢？我想一下哈、哦，看他怎么带我们走。那边吧，这里吧。我其实想到唯一能跳的就是这个对面的这个桥啦，不是桥啊，这个陆地，不然没别的地方啦。对啊，有了，应该要开始跳了。看他这个样子，有了 ，jump， 喂。
哎呀，好，继续走。哦，撞到我了啦！哎、欸，你要先顾虑一下你这个主人站在你哪个位置啊？你这样子弄我，不好吧？哦呦喂啊！还好我的握力还是很够的啊。回带路，继续继续，不要把我甩下去了，拜托。哇哇，超会抓！还有哪里？哦，上面。碎。这里呢有什么？没路了吗？它叫什么东西？上面没东西啦、啊。维达路，算了，我自己用走的好了。哦，等我，等我，不要走，您不要走，给我一点机会吗？啊，他要继续跳了。他跳哪里呢？好，看到他准备跳了。继续，哇，该不会待会要跟那只狗大战了吧？我有这个预感哦。哎、欸，也不一定啊。刚刚那吹号角狗就回去了、啊，敌人狗狗回去了。那、啊、接下来去哪里？另外往另外一边跳吗？啊，会不会跳原本那个洞啊？他从那个洞那边钻出来，我们可以从那个洞回反方向回去啊，是不是 ？All good。这边没路可走了吧？哦，他在看了。哦，果然是那个洞。走啊！啊 ，look， 维达 look。你塞，帮你收收呀！快点啦、啊！动作他动作真的很慢，他动作真的很慢，不是我要讲，我是不知道在慢几点的。我快点换那架，我要回来了。一字，我现在指的那方向，快点，不然那家伙回来就要打起来了。快点快点，听话，听话！你怎么了啦？快点！看到那个没有？对，就是跳那里。对对对对对，快点，我们快走！快点走！哦呦喂呀！每跳一次我都吓一次，真惊悚！他到底是怎么过来的、啊？其实我蛮好奇的。哦，从那边跳下来的、啊。快点，张开你的双翅。有了。然后呢？直接叫他走过来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他自己动了、欸。好，你会自己动是一件好事。哦，要开始跳了。哦，这个很会，这个很会。再跳，再跳，再跳。喂，还有吗？你可以来一个全套服务吗？不要就是做一套，做一套，做一套，好不好？这样子我很困扰的。好了，还有哪里？继续跳吧。这边吗？啊，那边那边那边，还要再跳个至少三四阶。好，再一阶。哎、欸，我要被挤下去！你的头啊，我觉得在他头上其实蛮危险的。等一下，你该不会就是这样放我下来的吧？还是说我要自己爬？不可能，不可能是我自己爬。哎、欸，那一阶跳不上去啊、哦，剩下的我要自己走了是吧？靠背，摔成这个样子，
我要自己走了，哥要自己来了，好吧，让哥自己来。Go go go， 跳！啊！妖许哦，差点就见到我阿公了。来，哎，不要，不要啊！你会不会走啊？到底会不会啊？好，可以了。可是这样子，我们的 Lucky 要怎么过来？这是一个重点。我们来到了神秘大教堂了。我看到蝴蝶了，这代表这附近一定有狗罐头。哇，这里有够黑的！哦，把这个门打开啊！我会，我来。哟西 ，Go go go！ 接下来看你了。哇，又是这个！哎，我们是不是回到原点啊？这感觉像是之前的原点之类的。他也不敢靠近这里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到了新的区域了，我们接下来就看怎么办吧。